近日有媒体拍到曹云金和一神秘女子单独出去吃饭，两人吃饭过程有说有笑，饭后十指紧扣，小手拉大手，显然是热恋中的状态。当晚两人更是同回公寓，整夜未曾离开，疑似恋情曝光。几天后二人再次手拉着手恩爱出行，而这位疑似是曹云金女友的美女，竟然是出演人民的名义中美女检察官林华华的唐婉。据悉唐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5级，是杨幂的同窗，曾经出演过的电视剧桃花绽放、山海经之赤影传说、过界、人民的名义等，坐等好消息哦。